哦，就是这个是针对那个某一大行动做，就是 Pop on Fire 基本上去做的一点某种升级这样。然后使用元素就是地标跟火这样子。哦，这么多版本是有少？这个是等于说它，我们从最初步的就是这个地标跟火，然后出来之后再比较进一步有地的概念出来，然后还有其他衍生的应用，像是它有讲到说那个天龙跟我地的部分的。天王特工队的那个特工地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可能像用比较延伸性，就是用城市地标把它进去这样子。对，啊，不过可能现在看起来有点怪怪的，可能会再调整。谢谢。好，谢谢第一位。